这个周黑鱼这种鲑鱼肉它大刺，小刺非常少。你是不是最爱吃周黑鱼媳妇？对，你看我媳妇她是真的爱吃，我媳妇是真爱吃。我媳妇太瘦了，我媳妇太瘦了杠人，我给喂胖点。什么我杠人啊？你自己细狗就知道。杠人什么意思啊？有点深奥，不是你教我的吗？那我不知道，别胡说，我还没教。你自己细狗，你讲我。我媳妇太瘦了啊！来，你看这没刺，看到没？你看这鱼，看这肉。但是闻起来不是没刺，它是大刺。闻起来真的有点臭。它的肉非常紧实，看。你像一般的鱼肉啊，可能我那一搓就烂了。闻起来有一点像那种就是什么东西烂掉的味道，但是吃进去很香。对，吃进去香，确实啊，肉非常紧实啊。但是吃完这个嘴巴是。还能吃了吗？我没吃。是吧？这是我们来，这是我们徽菜的一种啊，黄。啊、我跟大家说产地是吗？黄山臭鳜鱼，黄山臭鳜鱼，非常有名啊，非常有名。哇，厉害了！我觉得我的媳妇嘴成那个燕子，什么？我觉得我媳妇的嘴成了燕子。哎，兄弟们有没有知道什么意思了？臭鳜鱼，兄弟们，哎，日常的卖多少钱？去吃一份臭鳜鱼多少钱？吃一份的话。100多，一百多，这个首先这个鱼有多重？我吃过189。兄弟们，你们现在去吃一份臭鳜鱼多少钱？100多块钱。你们来我们安徽吃臭鳜鱼，因为这个是什么鱼？臭鳜鱼，今天的鳜鱼，知道？就鳜啊，鳜鱼。兄弟们，这个鱼你看啊，这个鱼是多重来的？8至9两。8至9两。这一只鱼买都要多少钱了？今天在想，这腌制好的，你们买回去之后跟那个酱包。来一包酱包，放锅里倒，把鱼放上去。对，有方法啊，有方法，有制作方法，制作方法跟学一下。你看啊，你平常买，平常去店里面吃一份臭鳜鱼要168，一百多，168，100多块钱。对，今天在小杨哥直播间，两条鱼，今天就不一样，就你自己做一下就好了。三条鳜鱼，臭鳜鱼每条带一条酱包，每包都带一个酱包，有三个酱包，多少钱？158。上车！啊，上车喽！兄弟们，来，你们三个先换一个，随便换三个人过来。每条等于多少钱是吧？每条等于多少钱？休息一会儿。啊，约52.6。52.6。兄弟们，约52.6。小黄有点那个啊，小黄他有点恶心，让他去休息。确实，因为有的人是真的很好吃，跟吃豆腐一样。有的人他确实，对，有的人他确实吃不了，但有的人他能吃。你像我们安徽很多人就喜欢吃这个，看起来臭，吃起来香。能接受臭豆腐的，肯定能接受这个。那就翻一遍，吃完就再翻一遍。哎呀，还想吃吧？三只啊，每只8至9两。像这个重量在我们这儿啊，吃一个大概100多，这样100多在饭店的话啊。我媳妇是真喜欢吃臭，8至9两，喜欢吃螺。对，重量啊，冷冻保存啊。其实你晚上就跟他们睡吧，你晚上就跟你老公睡吧。好啊，好呀，今天晚上行不行？好呀，三人去进一个月、好呀，好还是不好，兄弟们？你们三个不行啊，可以。来，过来尝尝这臭鳜鱼来，来个，来贝，来，小强，贝贝，来个碗。咱们你这样吃的时候可以照一下，你过去。你不是跟康康来一起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的，非要跟快点回去就会跟康康过来。夹，来给他们俩吃一个。来，要亲亲过来，给。谢谢。来，小嫂子，小嫂非常喜欢吃臭鳜鱼，非常真实。我以前也不吃哎，我以前也不吃。为什么要吃臭的？但最后吃是确实好吃，确实好吃。兄弟们，你媳妇，你闻闻有我屁臭吗？啊？有我嘴臭吗？伤害吗？哎呀，我媳妇嘴是真臭啊！这吃了臭鳜鱼，她嘴的真跟那燕子一样。妈呀，要我命的兄弟们！哪有吃的那么臭的？那你怎么知道皮燕子是这个味道呢？你闻过啊？158，三条臭鳜鱼。你们现在去我们安徽，你来我们安徽吃臭鳜鱼，铜镜楼，你去铜镜楼吃，一条你看10000，某宝一只鱼要133，兄弟，大哥，好了，下一个，你去旗舰店看，你看他说132，旗舰店都卖100多，给兄弟们换下一个啊，啊，你要买高品质的鱼，是不是兄弟们？一定要买品牌，来，我们这个是徽之道的
小杨哥的最爱，我的妈耶，糖蒜哦，啊，媳妇，这个你去休息会儿吧，媳妇，再去休息。高云潭焖蒜，拜拜，焖蒜。哎，要亲亲怎么没来呀、啊？对，慢点，媳妇。兄弟们，这个大概都应该都知道吧？焖、啊、蒜，就你俩就你俩是吧？嗯，好吧，大嫂是吧？我来问一下，一会儿问一下大嫂来不来啊？新乐，哎，这个我能吃吧？可以啊，这个不应该也不能吃吧？太咸了，你可能也不能吃。谁什么都不能吃了，我不吃了，我就吃屎吧。问一下大嫂，这玩意儿不能吃，那玩意儿不吃，我吃屎吧。你问一下，你不就装肚子装的不都是造粪机器？大嫂，我叫大杨嫂来啊，来来叫他来，叫来，进来，来一下。兄弟看啊，问一下，哎，这个是我们的，什么意思？张土奎，老字号高工谭，你是讲什么嘞？很酸，对吧？这个一打开。啊那一股蒜香味、啊、我不是张土奎的是吧？扑面而来。哎呀，兄弟们，这玩意儿我是真爱啊！这真的是我的最爱。我跟你说，我天天嘴都是蒜的味道。我也爱吃。嗯，就面条，就稀饭。叫那个小高跟那个天齐一会过来啊！来稀饭。你就别吃了，你晚上不能吃这个东西。嗯，我直接吃这个。嗯，你两个要。哎呀嗨！啊你妈！兄弟们，我不好意思啊，深夜放毒，非常对不起大家。但是如果你饿了，可以来看一看。来，算，算你们俩分一个。你真吃啊？吃高点算了，吃高点算了。我也吃。因为天齐跟小高一起来啊。我给大家尝一下这个旧稀饭什么味道啊？兄弟们，说不吃皮浪费，不吃皮浪费吗？皮也能吃啊，不吃皮浪费是吧？你不能吃，辣的。不行，这皮嚼不烂。我能嚼，有的能嚼烂啊。兄弟们，这皮真嚼不烂。不是。那也能吃，这脾气也能吃，我吃行。这汤还行吗？这一下，张世奎老字号高工焖蒜300克，哎，真的很好吃嘛，就我直接吃都行。大杨嫂啊，都在喊大杨嫂啊。啊，不来不行啊！你看看公屏，全公屏都是大杨嫂啊。吃快了啊！什么蒜？拿过来。哎呀，一包几个大概？那他们这个蒜比较贵，一包几个？他们日常价4到5个。他们一袋是卖多少钱？我打电话啊！打电话。一包的价格是大概有10几块钱一包。7、8块钱。对，八九块钱。今天再选个一包，两包，三包，四包，五包，29.9，是吧？是的。放车！放车！